平等是体，觉是用。我们讲体相用。清净是相。平等是体，觉是用。这从体相用来说，可有四界。它有四个意思。一，曰平等普觉一切众生。这个话就是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这个意思好啊。佛眼看众生都是佛。菩萨看众生都是菩萨。平等法了。这真正觉悟了。只有凡夫啊。看佛菩萨也是凡夫。那么由此可知，这经上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一点都不错。法不是真的。完全是你怎么个看法。你要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你的心多开朗多自在多清净换一句话说，你自信里面的清净平等觉就出现了。一切众生真的是佛吗？真是佛。我们看他不是佛，是我们看错了，佛没看错。这是真的。为什么佛没看错呢？佛见的是性，性是平等的。我们为什么看错？我们看的是相，相不一样。古人有个比喻，以精作气，气气皆精。我们看的是精气。譬如你看的是戒指、手镯、项链，不一样啊。戒指不是手镯，手镯不是项链的。我们从相上看，佛怎么看呢？佛看都是黄金，戒指是黄金，手镯也是黄金，项链上全是黄金，它平等。着相就不见性了，见性就不着相了。如果我们不去着相啊，一切不要说是人了，一切万事万物通通是本性现的。平等觉就现前了，着相就不行了，千差万别。你的心里面的妄念就多了。如果清净平等觉，你心里头没有妄念，这没有妄念是大受用啊。这真自在啊。就佛告诉我们，六道凡夫着相啊。四圣法界虽然他不着相了，他有分别，所以他也没见性。他不着相还有分别，必须把分别执着都放下，然后你才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就见性了。那么佛是以平等普觉普遍觉悟一切众生我们把这个话用我们现前的言语来说，佛用平等、普遍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这才叫好懂。这叫真慈悲。
啊，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什么方法呢？这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呢，简单说就是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上至下愚，用这个方法，个个成佛，就平等了，真平等。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个个都是阿惟越之菩萨，这叫平等成佛。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啊，这种修学的宗旨写在经体上，啊，这底下讲出来了，啊，经经中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法，普被三根啊，上中下三根。本经为当来一切寒灵，借以此法而得度脱。正贤平等普觉之意，这第一个意思。那这法门无比的殊胜啊！啊，我们要相信佛，千万不要有自卑感。我造业很多，罪过深重啊，我恐怕不能去，你就辜负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现在帮助你一生成佛，你为什么不敢当呢？那就错了。啊，重要的要直下承当。啊，现在量子科学家也告诉我，啊，无论你过去造多么最重的这个罪业，你的一念转过来的时候，全就化解了。为什么？因为罪福不是真的，所有一切现象不是真的，一切作为也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有，那可麻烦了。这些事情从哪里来的？都从你念头来的。你一念不绝就是恶，一念绝了就是善。啊，而且讲的更深层的时候告诉你，没有真正的相续相，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我们看电影，以前交卷的电影啊，这个电影片子是一张一张幻灯片啊，我这里还有个道具啊，你看这个电影片一张一张的啊，它是不是相续的？不是相续的，每一张不一样啊，张张独立了。这就是我们的念头，也是的，每一个念头是独立的。前念跟后念有相似，绝对不完全相同。啊，如果绝对完全相同的话，江本胜做这个水试验。啊，那应该的时候，我前念的时候，这个念头我用爱心啊，借的这个结晶。明天我还是用我这个爱心啊，再做试验，那个结晶应该是相同的，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前一秒跟后一秒都不一样，所以江本胜博士告诉我，他做了十几年，没有发现有两张这个画面是完全相同。那他问我为什么，我就把佛法这个道理讲给他听。
啊，虽然是你说我一个人做，我自己的爱心，我前一秒跟后秒不一样，啊，绝对找不到相同，这在佛法里得到证据，现在在量子科学里面得到证据，量子科学也是这样讲的，他也是用这个底片，用这个比喻，啊，确实如此啊，所以你那个一念觉，一念变善了。哦，前面全不善都没有了，啊，这叫真忏悔呀！为什么你老是忏悔忏不干净呢？就是你认为我前面那个罪业太重了，总认为你那个一念头一想，那个恶念又起来了，没有办法搞干净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咱们这个念头念念不相同啊！我这一念善，前头不想他就没有了。为什么老想他呢？错了。啊，那学佛的人想什么最好？给诸位想阿弥陀佛最好。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代表自信的圆满，代表自信的全体。啊，一句阿弥陀全都包括。啊，不必零零散散去修那一切善善的，啊，你这是大圆满了，啊，要学经，佛一生讲了不少经，你要知道，这不是对我们说的，对当时那些人说的，那些人跟我都不相干呢，那佛是应机说法了。如果释迦牟尼佛今年我们见了面，他对我说的这部经，那就是度我的。啊，可是佛很慈悲。啊，一切经都有对象。有一部经没有对象，什么人都合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换一句话说，这个经虽然是在两三千年以前说的，我们可以说他对我说的。那为什么呢？平等法嘛。其他的经不平等，有特殊对象，你根性不相同。啊，这是对症下药的。啊，这是万灵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需要诊断的。啊，决定能够把你治好。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处方，什么都合适。所以佛经里面比喻作阿切陀约，陀约，啊，阿切陀是印度话。啊，就像我们中国讲的万灵丹一样。无论什么毛病，你只要得到这个药，一定能治好。第二，是以平等法觉悟众生。啊，前面是平等普觉一切众生，这里加了一个法。啊，法是方法，是门道。啊，净言疏曰。无作无所有等，为平等法。持名之法了，心作心事，暗合道妙啊！巧入无生，从有念入无念，因往生正无生。念得能所两忘啊，即是金刚般若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净隐疏之，无作。无所有，以如是法教导众生，横出三界，成就净觉，是为以平等法觉悟众生。这段经文也讲得很清楚，啊，净隐疏是无量寿经的一部注解，啊，唐朝法师们写的。
里面解释平等两个字，无作无所有，等，这叫平等法。有作就有分别，就有执着。有所有也是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平等了。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没有做？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讲了49年。在我们心目当中，他有作，他有所有。可是，在佛那一边呢，他无作，他无所有。这个话怎么解释？我们凡夫要让你去上一堂课，你的事先预备，预备就是有作，有所啊，有所作。佛当年在世教化众生，诸位要知道啊，他没有讲稿啊，没有课本的啊，随口说的。经本的来源是他老人家过世之后，学生从多年接受教诲啊，自己所记忆的啊，佛怎么说的，把它写下来。做成书本流传给后世，这么来。释迦牟尼佛如是，孔老夫子在世也如是。孔老夫子还写了几篇文章，不多，我们知道的《易经》《习辞传》，是孔老夫子的文章，《春秋》这个《经》是孔子写的。传是解释，注解，注解有三家，有左丘明，有顾良传，这个是孔子有一些，佛没有，佛是一篇东西也没写过，所以他说，49年有人说他说法呢，那叫谤佛。佛把他49年所说的都否定掉了，他没说法，他是真没说法。真没说法，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就妙了，越说越玄了。怎么说无说呢？他没有起心动念，怎么说？我们说法的时候里头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他全没有。他没起心，没动念，没分别，没执着。那怎么说的？自然流露的，从自信里头流露的。你看记录下了这么好的文章，自信它有条理，有秩序，一点都不乱。发而如是啊，自然的。我们再回想一想，我们的身体，
父母生我们这个身体啊，最初是个单细胞啊，为什么在母胎里面说长成这么复杂的一个身体啊？外面眼耳鼻舌舌，里面五脏六腑啊，这个经脉完完整整一样都不少，谁造的呀？谁设计的？谁去制造的？没有啊。那法而如是，佛之说法了，说得那么圆满呢，也就像我人体一样，是自性里头自然流露的啊。那我们人身体确实也有某些程度上的差别啊，健康不同啊，相貌不同，在这一生当中富贵贫贱不同，那这些差别，这差别是业力变现啊，这就讲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啊，过去生中修的有福，你是来享福的；过去生中造的罪业，那你是来受罪的，啊，受苦受难的。佛说人生酬业呀，啊，但是业力是有，可以改变，不是不能改。啊，了凡四训就是叫我们改造命运最好的一个典范。啊，命里面没有财富可以得财富。命里没有聪明智慧可以得聪明智慧。命里面没有寿命可以得长寿。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些话是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的啊，张家大师教我的，这个里头有道理有方法，如理如法去求，感应不可思议啊。我学佛59年，完全兑现了啊！我依照老师的教诲完全兑现啊，所以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啊，有福报的，享福的时候还要修福，你的福报啊，生生世世享不尽啊。如果享福不知道修福，福报是会享得尽的啊。我们中国谚语所谓富不过三代啊，那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报，如果知道修福报，那他的福报是世世代代绵绵不断啊。在我们中国，印光大师举出两个人，懂得，第一个是孔老夫子啊，你看孔老夫子孔德成啊，第70几代了，家道不衰呀。这是积的大德了，这个大德是教学啊，父子一生没做别的，教学啊，教什么？
圣贤之道啊。啊，夫子是个老实人呐。那我们用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他做到了。啊，他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不是自己的。啊，他不妄语。他老实，啊，是谁的呢？古圣先贤的，啊，所以中国后世称他为集大成者，啊，中国自古以来，啊，那是几万年前呢，这个老祖宗那个时候没文字，文字没发明，都是口传的，啊，世世代代传下来。到夫子这个时候有文字，用文字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啊，所以他是集大成者啊，他自己讲的是真话，不是谦虚啊，这一点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啊。他说他自己一生述而不作，这就说明他没有创作，他没有发明啊，所修所学所传所教的都是古圣先贤啊，他没有创造。性而好古，这个态度真难得了。他相信古圣先贤，喜欢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他认真学习，他能理解，他真正把它做到。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跟孔子没两样，也是这一流的人物。我们在华严经四十华严的经题上，清凉大师的注解啊，里面有这么几句话：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古佛所讲的啊，世尊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比孔老夫子还要严格。这话我们能相信吗？难啊！凭什么呢？见性了。只要你见性，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啊！你们大家都见性了，每个人见性讲的东西都一样嘛，怎么会有两样呢？所以他是古佛，你是今佛，你见性，你跟他讲当然是一样的，不增不减呐！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佛法教人呢，主要的目标啊，就是明心见性啊。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在这个世间，这个环境，咱们见不了心，成不了佛，到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到那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啊，见心成佛。啊，去干这个。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佛佛道统。啊，我们看。啊，在中国。正好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广东啊，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有很深的缘分呐。啊，他老人家开悟了，
啊，我们知道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啊，只要见性，他的智慧，他的德能，就跟古佛没两样。啊，实在讲，相好也没两样。啊，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是以佛身出现，能大师在中国是以比丘身出现，这就正像三十二应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形，都是圆满的，没有欠缺。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一切经，啊，当然他没有读过，他也不需要读。啊，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你念的时候不开悟，听了他讲的时候你就开悟了。这个本事了不起啊。啊，在中国历代祖师说实在话，他度众生第一，没有人能超过他。啊，他的学生多，在他麾下大彻大悟，达到他同样境界的43个人了。能大师之前找不到啊，能大师之后也没有啊，这就空前绝后啊。啊，这是给我们证明佛佛道德啊，证明这个事实啊，所以幸而好古这种态度，大神大贤诸佛菩萨跟我们做榜样的 啊，我们自己要凭自己去想象去做的时候，都走弯路，他们走直路啊，不走弯路啊。啊，幸而好古啊，述而不足，绝对没有名利心，老老实实就学啊，都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啊。这是净严疏里头解这个平等法的真意啊。啊，那么本经持名之法，心作心事啊。持名之法是事心作佛，事心是佛，事心是佛是信德，事心作佛是修德，性修不二。啊，性修圆满相应啊！啊，修的是菩萨了，信的是佛，你自己本来是佛，你现在又发心作佛。啊，用什么方法发心作佛呢？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发心作佛，你看暗合道妙。啊，这个道是讲禅宗的道，密宗的道啊，那个修起来不容易啊。这念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容易啊，啊，跟他那个道完全相应，巧入无声，巧妙啊。从有念念到无念，你先开始有，为什么呢？你有分别有执着啊，念上个3年5载
真的是一心。除了这一句佛号，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日常生活随缘妙用。那个妙用是什么？随缘佛号不断。口里头不念，心里头不断。妙用啊，巧入无声啊，从有念念到无念，无念而念，先是有念而念，念到最后变成无念而念啊，还是念佛。为什么是无念呢？分别执着没有了，这个念没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直接生庄严十八土啊！啊，这功夫有高下啊！无念了，如果是无执着的念，生方便有余土啊！不起心不动念的，生十八庄严。就得用一个方法，啊，如果还是有念，生凡圣同居土，通通得生啊！啊，念到无念的时候，他这个无念的标准是不起心不动念，生十报庄严土。几年的时间就成功了。那我要问，怎么样才能够念到无念？念到无念时，把我们的烦恼习气都念掉了，没有别的。啊，印光大师教我们一个方法，妙极了，是把死贴在额头上，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你想到你临命终时，你什么能带去？你想明白、想通了，不都放下了吗？这方法好啊！我常常叫别人，我自己是这么做。我每一天都把我当作这一生最后的一天。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我该干什么？老实念佛，其他通放下了。啊，所以心为什么清净？就这个道理。啊，我要走了，哪样也带不去。啊，只有阿弥陀佛能带得走啊。带不走的通通放下了啊，这个样子你才能得清净心，你对这个世间还有丝毫牵挂，你的麻烦就大了啊。最难舍的亲情啊，我好在张家大师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叫劝我出家了啊，再没有这个亲情这一关了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没有见过道场啊，一个道场也没有啊，所以他老人家没牵挂了。啊，学生个个都学他，当时在世的弟子们通通学他了，没人见到场啊。生活方式都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也是最幸福的生活啊，最美满的生活。为什么？它帮助你
得清净平等觉，你说多幸福多快乐啊！因往生真无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大彻大悟就是真无生啊，念得能所两忘啊，两忘是两边都不执着了。啊，能念之心跟所念之佛融成一片，啊，能所不二啊，生佛不二啊，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看，跟般若相应了，啊，禅宗的这个境界可不容易啊，念佛的这个境界容易啊。可以做得到啊！啊，也是《净严疏》里面讲的“无作无所有”，这完全是般若啊，无作而作，作而无作啊，以如是法教导众生，横出三界啊，不是竖出，竖出是一阶一阶往上去。啊，那二十八层天还是一级一级往上爬了，像爬楼梯一样啊，啊爬出去了，上面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有四圣啊，超越十法界才算是真正成就啊，证得圆教初住菩萨，这就是我们禅宗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大乘经里面讲的，他就能以佛的身份出现的事情啊，应以佛身得度，他就能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种身份来教化众生。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往上去呢，我们在华严会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他跟究竟佛国确实是平等的，差一点是什么，他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尽，这个四十一品四十一个阶级是讲习气厚薄啊，不是说别的，所以在那个境界里头啊，就在十报图里面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跟究竟圆满佛智慧道理神通啊，相好通通平等啊，那么他们的活动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所以在这个里面经论里面常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感应都是有缘的，这个缘无论是善缘恶缘平等通通叫做有缘，善缘也好恶缘也好，你成佛之后了，哎，你都很容易度他啊，他跟你有缘啊，到那个时候全都变成法缘了啊，叫横出三界了啊，成就竟觉啊，到西方极乐肯定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就平等法了，觉悟众生啊。第三，平等觉指如来之正觉，正觉无一切高低前身之别，故曰平等觉。这就是见性了，见性就平等了啊，见性里头绝对没有分别之处。第四，专就本经平等觉
以及极乐世界教主之圣号。啊，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别号叫平等觉。啊，以上注意这几个四个意思，经题句式啊，在这个题目里面呢，通通都包含着。啊，这个经题后面还有一段啊，这幕后啊讲一个经字啊，这个经字讲完之后，我们再讲全题综合做一个说明。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